这个是磁性测厚计，现在呢，我们用在这个小提琴的面板和底板、侧板的测量上面来。那么，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测厚计呢，有三种，一种呢是测1毫米到7毫米的，也是1毫米到7毫米的这一种，这主要是测小提琴为主。这种呢，测3.5到12毫米，因为它这个测量距离比较大，东西比较厚，所以它用的磁相对来说比较大了一点，增加它的磁性强度。这种呢，测厚计呢，它就包括了这两根测厚计放在了一起，一边它是1到7毫米，用的是小磁性。翻过来，它也能从3.5到12毫米，这个时候用的是大的磁性。所以它测两种，薄的是用小磁性，厚的是用大磁性。现在把它放在一起了，这样呢比较方便一点。它这个精度跟这两个进度是一样的，但是做的时候很麻烦。这个批量基本上，这种配对的概率很小很小。那么磁性测厚计的它这个原理呢，主要是利用两个磁性，它能相互的吸引，S-N 极吸引。它吸引的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中间加一个物体，那么这个两个磁性的距离就是这个所夹物体的厚度。如果这个厚一点的，我们现在这个加的是4.5毫米的标准片，它这个磁性的距离也就这么大。如果我们加薄一点的，这个是1.5毫米的，那么这个加进去以后呢，它这个磁性呢，两个距离就是那个1.5毫米的，这个时候的磁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一点，因为它比较近，就大一点。如果更远一点的，12毫米的，这个时候它这个两个磁性的距离比较远，所以它这个磁力的也就相对比较弱了。另外，我们如果这两个磁性加入物体以后，上面这个磁性移动，下面的磁性也会跟着移动，就好像我们用这个测厚计，下面的磁性放在那个提琴的腔体里边以后，如果移动上面的测试杆，下面的磁性也会跟着跑，跟着跑。知道了这一点以后呢，我们就对具体的这个就模拟提琴的面板。如果从 F 孔里边放进去，那么我们移动测试杆，这个时候呢，下面的小猪就跟着那个测厚计的测试杆跑动，跑到某一点，如果我们拉动上面的绳索，就能进行对提琴进行测试。现在我们把这把琴是一把新琴，它做得非常好，面板是基座板。独板的基座板，
它这个侧板用的料，侧板用的料跟背板用的料是顶级的欧料，非常好的材料。现在我们把它进去测试一下，小猪从 F 孔里边进去，然后我们拉动绳索，你就会听见在这个位置，也就 3.3 到 3.4 之间会发出声音。这个声音对应的刻度就是这点面板的厚度，我们把它写下来。这一点厚度，这点厚度是 2.6， 你到上面测这一点，3.1， 在上面2.8。这是如果我们侧边侧板就把它侧过来，侧板，侧板，它在1.2的位置就发出声音了，就说明这个侧板的厚度是1.2，这个背板，背板背板的中间它是 4.9， 上面是 3.1， 下面这一点可能是最薄的 2.7。这里是 3.2， 3.6， 3.6， 3.2。如果我们要取出小猪，很简单，移动到那个小孔，移动到小孔就把它吸出来了。这把是心琴，这把是古琴，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，200多年了。对于古琴，我们修复的时候一定要先把整个情况都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。同样也是把小柱从 F 孔里边进去了，测量一下它这个厚度啊，中间是4毫米。这里是3.5，这里是2.8，最好是把这个琴弦都拿掉以后测，
那个中间比较好点，这个测试示范的就不拿了。这里是 2.5， 这里也是 2.5， 2.4， 最后退步了 2.3。我们测一下它这个测板厚度，1.4。1.25。背板测一下。中间4.2，4.8，3.8，3.4，3.7。3.1，最后测完以后，就把小猪从 F 孔里边取出来，这样测试就完成了。这是测下的测试那个记录值，这个是面板。这个是背板。